剑头三连是吗？必须可以啊！小失误问题不大。 啊！兄弟们！啊！本来这波应该很完美的，直接把对面中单杀掉了，还直接走人的。 但结局，说实话还不错，啊，结局是好的，认不认同结局是好的吧？上单已经不对线了呀。 下路人呢？这么稳。 线你不要了吗？不要，我要了。 能不能看看？真的随便三连胜，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个号能这一区这个号能打得这么难受，那么多人才，这三把我打野一定轻松拿下，好吧，一定轻松拿下比赛。 太毒了！我们上单这是什么玩法呀，哥们？十个刀，十个刀。 所有。
他们是不是在拿小龙啊？应该杀了，他没有旗子。 节奏打快一点。 走吧，我一直都是想着要 Q 他们两个残血的，一直在声东击西，没有想到吧。 天哪，这都能爆回来！好兄弟，这都能给他爆回来的吗？ 1450。 跟你操作一下，没事。 亏吗？不亏，很赚，打出我们的气势了啊！哎呦，没有打到正中心啊！大招把他抱走，刚好借位，我操，一点都不亏，兄弟们，一点都不亏。
对面 AD 是不是挂机了？是不是挂机了？没有，没有挂机。这能咬出啊？这是人类啊？啊？我这能咬出吗？坏了，超过我的状态持续时间了，兄弟们。每天打游戏的巅峰状态只有五个小时。哎呦，小龙吧！哎呦，我真发现了，我每天，哎呦，这是头有点晕啊！妈的，真的是不应该的呀！想的东西有点少啊，现在有点菜，打的有点菜了都，打的有点菜。这是有点神志不清。啊！他把我大的给吃了。但是我三人输掉了，三人输掉了，我的三人输掉了。拆了装啊！操！这英雄看着就笨笨的。
坏了。哎呦，完了，状态真不行了，这状态，我都感觉今天三连胜，兄弟们，这个状态打下去，今天别想下班了。这个状态真的，队友一旦是那种毒瘤队友 ，C 不起来的，自己状态有点问题了，有点神志不清啊，这是神志不清，没有去思考。有点神志不清，今天下不了班了。想下班不说，不可能，我说了不打个三连胜，我今天这个号是不会走的，今天我不会下班。好吧，多了吧。